中国古代寓言故事《邯郸学步》。相传在两千年前，燕国寿陵地方有一位少年。这位少年不愁吃不愁穿，论长相也算得上中等人才。可他就是缺乏自信心，经常无缘无故的感到事事不如人，低人一等。衣服是人家的好，饭菜是人家的香，站相坐相也是人家的高雅。他见什么学什么，学一样丢一样，虽然花样翻新。 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，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。家里的人劝他改一改这毛病，他认为是家里人管的太多。亲戚邻居说他是狗熊掰棒子，他也根本听不进去。日久天长，他竟怀疑自己走路的样子，越来越觉得自己走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。有一天，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在说说笑笑，只听到有人说邯郸人走路姿势那才叫美。 他一听患上了心病，急忙走上前去想打听个明白，没想到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长而去。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？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，这成了他的心病。终于有一天，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学走路去了。一到邯郸，他感到处处新鲜，简直令人眼花缭乱。看到小孩走路，他觉得活泼优美，学。 看见老人走路，他觉得稳重，也学；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，也学。就这样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，他连走路也不会了，路费也花光了，只好爬着回来了。